王上。秦军撤出赵国了。是，臣已听闻我军已转至魏国境内。转进，这两个字丞相想了多久啊？臣请召，是否增兵驰援？吴安军还在咸阳。三个月了，我前军连连溃败，他倒待得舒服。王上，其实他也并非闲待着。啊。军中不少将领都跑到武安军府上探望拜见。拜见？是。拜见。如今武安军乃一介士卒，何谈拜见？王上，吴安军可是战神呐，前去拜见的不仅有其昔日属下，还有仰慕其帅才兵道，都是去讨教的。也好。好。吴安军之兵道，若是有人能够传送，请我也是件好事。可是王上，若是秦国的将领都跑到一个罪臣家中，恐怕……你说他要谋反，还请我王小心为上。一直就想问你，当初你怎么就看上我了？老夫看走眼了。转眼这么多年就过去了，很多事情都忘了。可是当初你说你赢了，我就让你当秦军的样子，我总是忘不了。我还说我手拙，不会绣花。起风了，还是回屋吧。安军夫人，王上来了。他还敢来？来得好，我正好也想见见他，请王上到书房来。诺。吴安军，
臣，吴安君，嫂夫人回来了，真不敢当皇上这般称呼。夫人，去弄些酒菜来。不用了，寡人带来了。夫人，你先去吧。 是走是留，皆看吴安君心愿。皇上大可放心，赵魏楚三国，目前国力不济，成不了大事。只要我守住河东，三国见无功，便自散而去了。吴安君究竟为何？ 长平之战，你怪寡人。我王若下诏命，命白起杀降。白起自当欣然从命。白起一生杀人百万，不怕再多这20万条性命。 白起深知，此乃我秦国定天下之大策。可臣万万没想到，国王对白起竟无一点体恤之情，一纸空诏，让白起心悲。一时间。 白起不知为何人而战，为何君之臣。不但如此，我王明知我妻是赵人，可还允许他来到前阵。我妻不明就里，还以为我王无杀降之意。 眼睁睁看着20万自己的同胞死在他夫君的刀下，一夜之间，我王令白起置身于不仁不信、无情无义的境地。白起不明白。 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王要如此待他。吴安君，你的忠信仁义，皆放在寡人之前吗？可怜呐！ 白起可怜，白起为我王、为秦国戎马一生，可我王不明白起之心呐。杀降一事，白起至亲未对我妻言明气。
杀降乃不得不为，又何来这般怨恨？因为我眼见得人尸成山，血流成川；因为我耳听得杀声如雷，人肺冲天。我白起不是块石头，我这身老骨头也是血肉之躯呀。所以你心中有怨，便不肯为寡人再战。不战之事，白起已再三向王上禀明。我也再三向将军说过，只要将军战，就一定能胜。我不是条狗，不能明知故犯。想长平之战之后，白起力荐王上乘胜追击，攻克邯郸。可我王不听，我王听信丞相徇私之言。丞相是怕白起再立军功，于是力劝我王让白起撤兵。我王当初没有觉察也就罢了，后来白起撤回到咸阳，赵国果然背信弃义。我王想让白起领兵出征，可偏偏派丞相来探听白起心意。我王如此做法，让白起如何想？白起虽为国想，可我王不恤，一片赤心付诸东流。白起已无所适从。社稷与王权本就互为一体，哪里来的无所适从？当日寡人命你撤回函谷关，实乃是担心我秦国如当年齐国一般，过于耗尽国力，万一惹他国趁虚而入，合纵攻秦，我齐国反而由胜转败，得不偿失。如今我秦国国力已有恢复，正乃是无后顾之忧、攻取邯郸之大好时机，而你却毫无斗志，一心言败，哪里还像我秦将？哪里还像个战神？寡人为政50年，用信盼你攻下邯郸，为我大秦再立新功。你便如此辜负于寡人，辜负于秦国。白起为秦人，
忠贞为国，从一而终。稍有军功之将领，多少都与武安君有所往来。现在秦国既有外忧，又有内患，武安君不可不杀呀！王上，他不会犯，他绝不会犯。王上。他今日不会犯，明日不会犯，为保日后不犯呐。寡人不想杀他。皇上，不信范睢之言。安君对寡人的心早就犯，只是他不愿做个反臣逆子罢了。如此，我王放心。明日堂上，由我范睢来做这个恶人。我王只要随心意而为便是。王上。不会是为了我吧？傻姑娘。我是傻，那你告诉我呀。我知道从前的你不会为了我违抗王上，可如今你几次三番不听从诏命，究竟是为何？因为无论我怎么做，都难逃罪责。怎么会？王上不就是要你出征？只要你领兵出征，王上不就高兴了？如果我领兵出征，
侥幸得胜。王上会说，白起，你不是说此战必败吗？从此便对我再无信任可言。可若是败了，王上会疑心我不尽力，故意阻败。总之，无论出征不出征，王上对白起的信任都已荡然无存。夫人可明白吧？可若是你不去，王上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你怕吗？怕？怕什么？我若不去，王上怪罪我。那我就与他拼命。这么多年了，夫人还是像个孩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走，我们回去。读给他们听。启禀我王，赵楚魏三国集结十万大军，合纵攻我，我军伤亡两万余人，已转进分水之地，请求增援。诸位，议议吧。启禀我王，如遇外敌，必先惩办反臣。反臣？反贼乃武安君白起。武安君已被贬为侍卫，即日天赋阴密，已不再是寡人之臣。白起动身之际，尚泱泱不服，口有余言，恐为后患，其屡次违抗王命，致我军连败。如不铲除，武王日后何以服众？禀我王，王大言之言乃是谗言蜚语。武安君动身之时，末将就在身边，从未听到他有半句埋怨。孟将军乃武安君之心腹属下，自然是为他说话。不过，武安君自领王命以后，却在咸阳待了三个月，期间门庭若市，皆是将军与诸位手握兵权的秦军将领们。在下不禁想问，尔等居中，意欲何为啊？你若再敢辱武安君名节，蒙老丁要听天行道。大敌当前，尔等无御敌之策，竟在我大殿上内讧，想要作甚？要气死寡人！我王息怒，臣深知我王爱惜武安君，不忍施以极刑。然而，邯郸困战之时，武安君非但屡次忤逆王诏，不欲出征，更口出狂语，曰王不听臣语，今又如何？我王体恤其多年功绩，未加责罚，哪知今日眼看赵魏楚三国就要侵入我秦境，我王再次命其出战，其
谎称有病不行，更私下聚众，善意国政，其事已反，故臣提请我王斩武安军示众。不可，不可杀武安军，不可，不可呀！说了行吗？杀不得呀，杀不得呀！为何不行？不可，不遵王诏，但应当诛。为何不行？为何不可啊？万岁老儿你！孟将军，我王在上，将军慎言。王上，为将守，乃唯命是从。然而，今日武安军置身于我王之上，若不斩之，我王有险，秦国有险，必斩之。有出言相随者，为其党羽，当一并论斩。你为我大秦国立下汗马功，寡人如何说的呀？王上，大敌当前，若再起内乱，里应外合，我秦危矣。恳请我王力斩白起。恳请我王力斩白起啊！恳请我王力斩白起。恳请我王力斩白起。说，
诺。前面亭中歇一歇。夫人，怎么？早去早回。放心。取灵诏，我王诏命，赐王剑于武安君，令其自裁。答应白起一件事。
武安君请讲。樊老大人照顾我妻，别让他太难过。还有，别让他看见我的尸首。武安君，请放心。这杯子回咸阳吧。257年，秦昭襄王50年11月，战国四将之首、战无不胜的武安君白起，操秦王剑，自尽于咸阳西门外10里处的杜游。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中写道：“死而非其罪，秦人怜之，襄邑皆祭祀焉。”如此，一代战神陨落。在赵魏楚三国大军的猛攻下，王和所率秦军不得不撤至汾城，也就是秦国关外河东郡的首府。赵魏楚三国之军，赵与楚各20000，魏军40000，加之原来郑安平部下的20000秦国降军，共100000大军向河东郡发起猛攻。乐天爷，您倒是帮我一把呀！眼下，赵、魏、楚三国率100000大军来攻我，而我军驻守汾城之将士却只有50000呢。是啊，三国这100000大军中有20000是你郑安平郑大恩人的。王上，臣知罪。汾城可是王继在守，
你派人去告诉他，就算是为了你，他也要好自为之。是，臣亲自去。谢王上。哎，你亲自去也好，去告诉千军将士，莫怕，莫慌，秦军无敌。寡人这便亲率援军赶往汾城。臣遵诏。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